在一直到今年，感觉上哈、哦，好像有一个阵容上比较大的突破。是，看一下浩文左路的直塞，给到这边山崎直之，上一场比赛有一个助攻，这一次的射门来压在了赛的一儿哦，非常出色的门将之一。果然一上来就有女儿平上来，看前面有陈宏维，中间左路的准备抢解，结果要送到后面位置滑草，这边山崎直之的射门呀！到第二点的地方，这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。而且他扑出来的其实已经不是正前了。哦，吴权是场上少数的四年级的球员了、啊，就断绝了防守。